纯牛骨髓，哇一声，哎呦，里边是这个样子的啊。能看出是油的形状，看鸡蛋糕外边是没有这层皮的，膜的。牛骨髓来喽，看，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它都是油呀，宝贝们，不是所谓的鸡蛋糕啊。推一个出来，能看到吗？它是有连着的这个筋膜在上面的。妈，这口真香。都是包筋膜的。太香了，给我吓得都不敢吃骨髓了。说我成天整个老破假骨髓，整的一出看就烦，装的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口挖不出来，看能看清吗？鸡蛋糕没有这样的，宝贝们。烤牛骨髓来了啊！今天是先卤后烤的，纯原油骨髓。哇，这就烤酥酥的了，看着没？哎呀，火大了就酥酥了，这块得杠香。哎呀呀！又来吃大骨髓了。
哎呦，这几个好大呀，这边的。一口一个，像豆腐脑一样。牛骨髓。今天是炖的，我纳闷了，你啥眼神能看成是鸡蛋糕呢？嗯，这是纯油的牛骨髓。我俩有酱油龙，哎妈，你真实惠呀、啊！上面一样倒点，没滋味，今天没炖进去。下次还是做烤着吃的好吃。牛骨髓。今天这个骨髓卤的巨香啊，把这个肉啃掉，让你们老说我不换道具。这是骨头头呀，这个骨头有点黑呢。哎，来一大块，一挖这玩意儿老过瘾了。这个不用挖了，照出来。还有一个，今天这两个最好吃，这俩应该是一个牛的，这仨应该是一个牛的，吃起来没那么新鲜。你看，他俩一个色，真是，他仨一个色，这三块老香了。
牛骨髓来了，今天来个贵人版本的啊。是五毫十的，哎，哎呀，这咋是黑的？哎，一转一瓦就一条，嘿，这个好啊，姐妹们，嗯，别让你们说假的，我把这个道具都好啃干净呢啊。牛骨髓来了，这一口真香，这个就比较少，先把这小片吃了。我就喜欢这种。哎，看，嗯，今天整的有点少了哈，感觉没够吃呢。其实吃几个正好，刚刚不上头。来，牛骨髓来了，这个牛骨髓漂不漂亮？老过瘾了，这一勺子。哎呀，这真多呀！正往那里扔啊，搁左旁扔，这怎么的？我录视频的呢。上次少没够吃，这次又吃拿住了，这个太多了。这骨髓才几块钱一斤，
没有必要做假。嗯，哎呀，这回吃这一把能挺四五天不馋呢，上头了。饱受争议的真假牛骨髓又来了，这回我可不跟你们掺和是真是假了，我就造吧，香就行了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没点。这外皮好咸。来一大块，哎，这边多，哎，一铲勺，咻咻咻，带筋膜的。这边没有，这几份骨髓并到一起了，应该是。要要要要，切克闹，捡起来还能吃，只要不过三秒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牛骨髓来喽，再冷冷它就得上马桶里呛了，再喝一瓶。哎呀，这牛骨髓咋口叉里出来的？嗯，多大劲儿了吧。嘿嘿，哎，看看，纯牛骨髓是这种可以拉丝儿的。嗯。这个没有，我吃过了吧？哈、啊，感觉感冒了之后记性这么不好呢？记好了，最后一个。纯油大骨髓来喽。嗯，看看啊、哦，这是纯骨髓啊。看，哟，
哎，今天这骨髓真香。上面放了点过的辣的香酱，解腻。不是鸡蛋糕啊，每个视频都强调一下，鸡蛋糕不这样，你看到吗？这一刮上面都是油，姐妹们。能看到吗？你们要的牛骨髓来喽，今天吃全部满髓的。哎呀，这是纯水，可不是鸡蛋糕啊。赶紧来个辣椒。牛油大果冻，这是。